拉一下，我觉得干酒，不会醉的干酒。早，还早，这么快就醉？因为它是热的。养颜美容的米花酒，自己养干酒，不用一天。时代精制糖，凤虾活性酵素的自制营养品，喝的保养品，喝的点滴，喝的生活吗？这一季。是什么鬼啊？哎，好饿呀！是在从哪里来？又有洞就擦，有洞就擦。划龙舟，赛凤梨船。自制干酒，我们只需要准备两杯米曲、一杯白米、两杯水。静置1800个秒，直到深层的白米吸满了水分。让他们人海里浮沉，煮熟他们，然后任由他们去，冷却到50度左右。米曲分批拌进来，很慢熟的孩子需要时间才能显露真性情。电锅保温，实时搅拌。太阳从东边掉到西边，他们已经撩出了蜜汁。再煮他们一次，干掉那闷烧的米曲。感情发酵，适量就好。吃水果吗？两个吸管声音吸起来都是一样的。那你喜欢不锈钢还是？
觉得很像在放血的那个。没有，前面削尖可以放，正常情况下会放到全部。我热起来了，这个是有把打烂的。我这个比水果甜很多倍，可是它不会太腻。米怎么可以比砂糖还要甜？就很神奇吗？甜成这样，酒并没有人加八嘎吧？我不是人吗？那你要不要喝一口？不要，不要。这个上来的真的好快，我已经晕。真的假的？去房间等我。我打你头，会不会被拍打？不会。没关系。而且这个有益生菌，可以帮助你调整肠胃。所以我昨天那个芒果加希腊优格甘酒，你们觉得今天上厕所很顺利？并没有想在吃东西的时候讨论这个。来吃花，舌灿莲花，蝶豆花的尸体在里面，让你觉得看起来像海藻，海藻，醉了，真的假的？再加一点点，这么快就醉？它是热的，太夸张了。我觉得好适合冬天。有在检查的伙伴们，大多是白牛万恶之源，这又白又可爱的小东西也请罪。只因为他被脱光的衣服，就要迎来众人嫌弃的眼光。减糖不吃它，是因为白米的升糖指数高。我们担心胰岛素老是暴冲，会让我们身体容易肥胖。但胰岛素也不是我们的敌人，是千军万马、惊涛骇浪的量才会对我们造成威胁。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糙米饭，突然对这个裸身的小可爱产生了思念。小时候哥哥姐姐们都爱吃白米饭加酱油加猪油，我最爱什么东西都不加，或者是加一点盐巴，越咬越甜，越嚼越香。那个越咬越甜的淀粉直接吞下去，是不是有点可惜？后来在日本认识了营养这个宝宝，这个液体的原理就是把越咬越甜的甘味极大化。冬天也喝，暖心暖胃防感冒；夏天也喝，清凉补气防中暑。用米花的活性酵素带出淀粉的甘甜，经过发酵的淀粉有酵素寡糖、氨基酸、葡萄糖，可以活化脑部，消除疲劳，调整肠胃机能。听说还可以保湿美白、养颜美容。用电锅的保温功能，不用一天就可以发酵完成。冷藏保存可以代替糖来使用，味道不同于精致糖的甜味，比较接近舌根的甘味。近年发现米花不用日本买了，我们台湾也有品质很不错的米花，只要跟煮熟的米拌匀，用电锅保温8到12个小时就可以养好。用糯米来养是全糖，用白米来养是半糖。老奶奶的发酵生活智慧真的是照底开出了花朵。粽子节就是要吃米，我们还加码了很多酵素，还有凤梨酵素，凤梨船都直接开过来。现在福利区看到熟了正好的芒果，整条凤梨船满载到不知道要乘船还是要搁浅。吃多一点，当然要偷懒一下。强烈建议运动菜单里面收入今天这个划龙舟的动作。家人团聚也可以一起赛龙舟，做完的这个粽子收纳区可以燃烧很久，整个腹部到臀腿这个超大肌群的燃烧。多喝一碗成人版甘酒，也可以安心无痛。暖身肩背腰，暖身背臀腿，要来跑一下，脚踝给它转一转，跳几下就跑起来，死命的跑上30秒，撑个3回，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换个风水，推龙舟下水，这次要把腹肚腿收紧，手背也感觉燃烧，身体会晃很正常，但我们用核心把晃度减低，30秒，撑个3回，死一下下，船不会沉这么快，船还是沉了，我们游一下，尽量上台在最高，水底跟外太空一样。行动需要四方肌力，30秒，撑个3回。终于开始滑，核心收紧，脚可以抬或不抬，身体后躺，背不驼，一左一右滑起来。30秒，撑个3回。可以抓个重量，让粽子收纳区更紧实。后悔吃重也没有用，反正下次看到还是会吃。是米怎么被甜成这样？有小鸡饲料的味道。
一杯米，两杯米花，两杯水，养出这么一大罐。我想冷藏还是不要超过一个月吧，它有点像甜酒那样的甜酒。超甜，什么都来下来喝，煮汤圆应该会好吃，可以吃到米粒。干完这边再来整理厨房，可以活化脑部，可以活化脑部，调整肠胃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应该会出现在这里。那个圆圆的，圆圆的，啊，要擦干净。我多久没擦了？最近听到一首很帅的 rap 音乐，有一种武士道的感觉，应该会再来把它剪来做运动，到时候再跟大家一起分享。